各位好，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，我是刘杰忠。在南加州有超过40年历史的台湾旅馆同业工会，18号是在洛桥中心举办论坛，结合各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。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18号上午在洛桥中心举办投资论坛，以2016年加州房地产的趋势为主题，邀请到了多位法律、金融、理财专家。从旅馆法案的挑战与变数，如何配合及执行，到信用卡最新条例简介，明年房产市场的展望等等，做深入浅出的探讨。旅馆工会会长王振煌期望借由这场论坛，让同业可以相互交流，获取新知，在事业上创造高峰。今天这个 program 很丰富，第一个是那个法律的方面，这个现在的 employment law 很复杂。还有明年这个 minimum wage 要 increase 在那个洛杉矶，哦，这个 wage 是很重要的这个 topic， 这个 wage 呢是 increase from 哦，可能是要10块到13块以上，这是 affect our industry， you know， very very heavily。现在很多人从大陆来这里投资饭店，哦，但是他们都也是这个价钱蛮贵的。什么是希望我们哈会那个叫我们的 member 这个 new member 哈 new investors 要怎么 evaluate 这个 hotel value， 还有呢这个 increase 这个他们的这个 hotel operation， 我们可以帮这个 new investor 哈啊帮他们 network evaluate 这个 value 好不好，还有跟一些那个 banker 啊 lender 啊帮他们谈 better rate。还有帮他们一下这个 management operation 怎么好，好不好？在美国已经开始使用最新的晶片卡技术，这个技术的话呢，可以防止很多信用卡的资讯被盗取，不管是在当面刷卡，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用 POS 机的时候，那这一个新的晶片的话呢，会很有效的防止到防伪集团他们去制造一张假的信用卡出来，因为这个已经保密起来，序码是非常好的一个科技，使他们几乎无法制作一些伪造卡出来。如果是现在申请的新的账号的话，基本上很多信用卡的公司都会提供最新的机器，不过已经是现在正在用的商家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尽快的转换。成立于1974年的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，在会长、干部以及会员的努力之下，团结同业力量，争取福利。每年定期的举办座谈会以及训练班的课程，借由彼此鼓励，分享最新的市场资讯，共创双赢。他们也欢迎新会员加入工会的大家庭。更多讯息，请至南加州台湾旅馆同业工会网站查询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